各位综合阶段的学员朋友，那么在这一讲呢，我们看的是专题二风险评估。所谓风险评估呢，实际上是了解识别评估。了解识别评估当中呢，要有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评估程序、内外部的信息来源，还有项目组内部讨论。用这个手段呢，实际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包括内部控制。 那么根据考纲呢，我们这个专题所涉及到的有四块，但是第一块和第二块在综合阶段出题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们可以忽略。了解内部控制的内容呢，我们在综合阶段有可能涉及，但是我们只是去关注重要的。评估重大超报风险，那当然是重点，因为我们审计嘛啊，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诊断病情。 这肯定是重点，所以在本专题当中，我们重点讲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讲重点的方面，第二个问题讲重点内容。好，那么在我们整个的风险评估，大家告诉自己啊，在通过专业阶段的学习，我们是有基础的。评估什么呢？这里评估两个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相当于我们是去诊断病情，诊断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但是呢，我们审计准则下，它的要求就是一定有两个层次。这个是大家通过这个专题再次告诉自己啊。 一定要诊断报表层和认定层，一定要诊断两个层次。对，报表层的呢，我们在下一个专题呢叫总体应对；认定层的呢，我们就做程序。如果我们说程序，它实际上是针对认定层次的。好的。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啊，这个专题，我们已经把可能考到的和不可能考到的进行了梳理筛选。了解内部控制，我们在这个知识点当中掌握重要的内容。了解内部控制实际上是要了解五个要素。内部控制呢有设计有执行，有五个要素，控制环境、控制活动呢是重点。 那么，了解内部控制的其中的五个要素当中的第一个和第四个是重点。那我其实了解内部控制要了解五个要素，对不对？当然要放在整体层面、业务层面。业务层面呢，就要涉及到认定；认定层面呢，就有哎预防和检查。 那么在这个知识点当中，大家按照老师给你提示的四个方面，能够回答。好，首先我们来看了解内部控制。这个图呢要掌握，太重要了。了解内部控制不同于控制测试。我们这个综合阶段呢，还有一个知识模块或者考纲里面，企业内部控制审计还有一个，知道吗？它也要了解内部控制。 如果谈到内部控制的话，如果谈到内部控制，它有什么有了解的问题？了解，假定说我了解了，OK，控制测试的问题。好，我控制测试以后，对于财务报表审计来讲，我一定要做实质性程序。所以，当我们说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在这个思路。 了解内控，预计有效，做控制测试真的有效，少做实质性程序。这是我们在了解内部控制当中，我们不要孤立去看它。我了解内部控制干嘛？我了了了解内部控制是评价它预期有没有效啊、哦？什么叫什么叫预期有效呢？如果预计有效，我们就 OK。那就要回答它的设计有效吗？Yes，有效的设计是有效的，正在执行吗？ Yes，那这个呢就是预期有效啊、哦。了解内部工作的设计和执行，设计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错报呢？Yes，能够防止发现纠正错报正在执行吗？Yes，请注意两个 Yes，那就叫预期有效。注意，在下一个专题讲风险应对，预期有效的时候，审计准则要求你控制测试。 对我了解内控，只有了解了，我才能够知道它有没有效。有效，那我就要做控制测试。我了解内控越有效，我就越做多一点的控制测试。啊，做多一点，为什么多一点呢？哎，这就是讨论程序的设计了。我就越要多做控制测试，就证明它真的是 OK 的吗？ 是的，那我就可以少做实质性程序。请大家注意，咱们在综合阶段还是要站高看远，对不对？是的，我了解内部控制，我不要孤立的去看这六个字，我要知道我在干什么呢？我了解内部控制就要回答 yes 还是 yes 两个 yes。请注意啊，待会儿我们再来看 no。我了解内部控制，我要去找两个 yes。 设计能不能够防止发现纠正错报呢？Yes。那么正在执行吗？Yes。那么我要就说了解内控，预期有效了，那我就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应当做控制措施，不做不行。了解了内控越预计有效，越要多做，去证明它是不是有效。然后呢，实质性程序少做。好，了解内控，了解内部控制。 包括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都要了解，了解内部控制，无论是哪一个要素，就看它的设计和执行。然后呢，对于某一个认定，我评估与预期有不有效，有效，我就要做控制测试。控制测试，我了解内控越有效，我越多做。然后呢，目的我就可以少做实质性程序。好。 再说一遍，请看图，了解内部控制，了解什么？设计和执行。了解内部控制，后面是控制测试，控制测试后面是实质性程序。各位，这就是整个风险导向审计下的风险识别、评估、应对。是的，好，这件事讲完了，再看图。 了解内部控制，第一，控制的设计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错报啊？No，No。No, no, 那么，了解内部控制，它的设计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啊？Yes，执行了吗？No。大家看啊，如果一个漏，如果两个漏，那都叫什么呢？那都叫缺陷。 什么缺陷呢？设计的缺陷，什么叫缺陷呢？执行的缺陷，设计的缺陷，执行的缺陷。如果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我们认为是重要的、重大的，我把它说成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有缺陷，了解内控。好，内部控制有缺陷的时候，我们说。 在审计计划的这个专题当中讲了杯子，对不对？在讲杯子的时候，内部控制有缺陷，那我的杯子实际执行的重要性要接近百分之五十，因为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有缺陷，那么错报的风险就高。对我了解内控有缺陷，好，一个否，两个否。内部控制有缺陷，那我就考虑对我的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有影响。 那内部控制有缺陷，两个缺陷，任何一个设计的缺陷或者是执行的缺陷，最终内部控制有缺陷。那么大家看，我了解内控，预期内部控制不 OK，为什么不 OK 啊？有缺陷。那你做控制测试吗？不做。那你做十字音程序吗？非做不可。 那你就得多做，这也是内部，这也是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设计。对，所以我们说了解内控你不做控制测试，你后面要多做实质性程序。所以在这个专题当中，第一个知识点，各位同学，风险评估包括了解内部控制，因为你内部控制了解的情况，就决定你后面的应对。好。 这个图依然是很重要的啊！不要说，哎，在综合阶段好像这个都不是问题了，是问题，它永远是问题。对，好，我了解五个要素，其中了解第一个要素五分之一，相对来讲比较重要，我们就讲它，不重要的我们忽略。控制环境是基础。 啊，是被整计单位治理职能、管理职能、治理层、管理层，他对内部控制及其重要性的态度认识和措施。它是整个内部控制五个要素当中，控制环境是基础，是基调。那我们了解内部控制五个要素的控制环境，是了解它的文化，以及它什么文化呢？价值观，还有呢，防止发现纠纷的一个控制。 那我了解内部控制有几个要素呢？六个。这个反过来，在综合阶段也要背。有的同学说啊，综合阶段还背这个？对。如果说管理层的诚信有问题，那我们说控制环境有问题，带来的是什么？报表层次重大承包风险，甚至我不出报告。 不出报告，或者我出具的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因为你的会计记录的可靠性存在着重大的疑虑，我不审了，不出报告，我走人，我出报告，我出无法表示意见的。所以，那控制环境有几个要素啊？要背，超过你想象吗？超过，我知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对不对？当你看到了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治理层他的诚信有问题。 道德价值观有问题，能力有问题，也就是他德能都有问题。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甚至我不审计了，我不出报告，对，或者我出报告，我要考虑无保留意见是肯定不能出的，因为他的诚信有问题，他的报表的数据的可靠性存在问题。之所以要被他，当他们一出现，大家注意啊、哦，你就知道报表层次的。 诚信、道德价值观、能力啊，这两个专业阶段有基础，现在加把油。对，第二呢，治理层、管理层、管理层,理层、治理层、治理层干嘛？监督管理层。结果呢，治理层没有监督，他参与管理。管理层呢，经营的理念和风格，然后组织结构，然后人力资源。组织结构里面就有责权匹配、分配。 人力资源呢，留住人、引用啊，能够招进贤才，广纳贤才，啊，唯才适用。所以人力资源的政策就看你人力资源的问题。人力资源呢，它本会包括先招进来、培训、上岗有考核，过程有咨询、晋升、薪酬补充措施等这个内容，各个企业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了解控制环境干嘛？ 控制环境某些因素，比如说成，管理层的诚信和能力、职业道德的问题，它带来的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它对我财务报表有广泛影响。有广泛影响就是报表层哦，控制环境的某些因素对财务报表的评估就有广泛影响，这是第一个，它是基础，它是基调，它是基础,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如果 控制环境满意呢，它可以降低舞弊的风险，但是不能防止。第三呢，控制环境本身呢、啊，并不能去啊、呃、说明某一个认定，它本身不能防止发现纠正某一个认定的重大错报。不能说我哎，这个控制环境好，我的报表的某些认定就没有错报了，两回事，两回事。 所以，我们说控制环境并不能直接指向或者跟认定层次能够防止发现究竟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所以呢，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要将控制环境跟其他的要素结合。最终，我们要评估某一个认定。好，控制活动就对应于控制环境，它是认定层的，它包括五个要素。啊，它是确保管理层的指令。 可以执行的政策和程序，或者是政策、程序、办法、措施、家规、家法是规定，这就是控制环境。它的五个要素：第一个，业务在办理之前要授权，没有授权不能办理；授权有一般和特别。第二，业绩评价就是为了考核，他有预算、预测、前期。 如果实际的超过它了，达不到它，那就是业绩评价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大家知道业绩评价的时候怎么评价呢？是比较才有评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那被审计单位呢，我们说它的上面有业务、有经营、有财务，就要分析它的财务跟它的业务匹不匹配呀、啊？比如说产成品入库的数量。 它应该大于销售量，是不是？假定你的库存是稳定的情况下，你产成品入库两万件，你销售八万件，那你怎么来的呢？所以我们说，这就是逻辑内在的关系，内在的逻辑关系。我上游有经营管理，有业务；下游有财务。业主评价。 有用吧？有用。内外部，内部的跟、嗯、外部的，内部的数据跟外部的信息要比较。职能部门、分支机构的业绩要评价。哦，评价是找到了一种异常的，然后就调查、纠正。所以，业绩评价是一种动态的管理。每个单位不可能没有业绩评价啊，有的。它是一种控制活动。 信息处理有一般控制、应用控制，还有实物控制，包括记录资产，包括我的信息系统、数据，包括我的资产的期末。职责分离，大家都知道，在专业阶段我们讲过，比如说销售里面、采购里面，还有货币资金支付里面，我们说有职责分离。比如说，每个同学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要办理支付。 比如说，你就报销。从被审计单位来讲，叫一个支付，现金呢，银行存款呢，还是支付宝转账，还是微信转账呢？反正支付，第一申请，第二呢，申请人所在的部门的领导审批，第三呢，财务的领导审核，第四呢，出纳付款。这是干嘛？职责分离。那么，在我们啊、呃、职责分离的交易的授权和交易的记录与资产的保管不能有一个人。 要进行职责分离，职责分离可以呢防范。但是我们在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就是说信息技术控制的时候，职责分离可以通过设置安全控制来实现。就是你这一个系统，你这个通过了，比如说密码，你这个输入了，这个才才能运行。到下一步，它又有一个密码，你才能够运行。就像我们在啊这个移动端支付。 啊，支付的时候它有密码支付，对吧？要密码输入确认才能支付。好，我们了解控制活动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回答到底能不能防止，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错报。这就是我了解内部控制，了解来了解去，我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多项，我们说多管齐下，我们多项控制活动实现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不需要了解每一个，只要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就能够防止发现、纠正这个错报了。那么这个控制呢，所在的认定呢，我们认为有效，控制风险比较低，它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了解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大家注意：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啊，然后呢，信息系统与沟通，然后呢，控制活动。 然后来监督，有的是整体层面，有的是业务层面。哪里是整体层面，哪里是业务层面，一目了然。那这个图也要掌握。整体业务，整体是什么？报表层次。业务是什么？认定层次。对，它是了解整体层面、业务层面，区分整体层面、业务层面，就是为了评估重大超报风险。对的。还有呢？ 特别提到零价风险，这个在我们企业内部工资审计当中也提到了，管理层凌驾于内部工资制度之上。那么这个带来的是整体广泛的，集中处理业务是整体广泛的，期末的财务报告流程是整体广泛的，对关键风险的政策是整体广泛的，这个也要背下来。所以这个图呢，你要把它背下来，背它的什么啊？范围地图。 好，那么我们整体层面之后就是业务层面，有预防，有检查，对，预防是什么呢？在做之前，它设卡子；检查是什么？做完以后来算账。我们说秋后算账，等你做完了，我来检查，发现问题。那么预防呢？还没做之前卡住问题。 检查呢做完了，秋后算账，发现问题，对吧？是的。那这些例子呢，在基础班学过，大家啊，这些例子呢，大家熟悉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自动生成了收货报告，同时就更新啊。就是无论是我采购还是销售，我的产成品，假定做出库，出库了啊。 或者是我产成品验收入库验收了，那么我通过了这个系统，我的产成品就增加了，我就更新了。还有在更新档案之前呢，我验收了，我才能够入账。我的价格呢，跟我们授权的价格清单一致，而我的记在哪里呢？我的账户和我的科目表对比，然后进行一一整套逻辑的测试。检查性控制呢，就是发现问题。 比如说，大家知道编调节表、日记账、对账单，两个调节表跟踪未打账项，有没有非常的未打账项？调节之后是不是相等？对吧？是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业绩评价当中，我预我我把实际的跟预期的比较有差异，调查原因是不是？好，那么我,我每天比较运出去的数量和开票。 有没有内在的逻辑？有，那么我发现问题了。还有每个季度符合应收账款贷方余额，哎，为什么符合贷方余额呢？因为我应收账款是借方，贷方主要是收回或者是作为坏账，或者是作为退回，借方是销售，所以我们说，哎，找出原因，什么原因？好。 我们了解内部控制是评价三个问题，刚才说了，设计是 yes，执行也是 yes。如果设计是 yes，执行是 no，如果是设计是 no，那我们就叫缺陷。我们叫缺陷了以后就不理性赖，不理性赖就是我们了解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然后是 no，对吧？不 OK，那我就不做控制测试，我后面就要多做什么？ 多做实质性程序，对，不理性来控制，不进行控制设施直接做什么？直接我不 OK，我这控制设置不做，控制设置不做，那就是做实质性程序了。所以了解内部控制，大家放到这个图当中，了解它的设计，然后确定它的执行。如果说设计是 Yes，执行是 Yes，就是 OK；如果设计是 No，不 OK。 或者是设计师 no 没有执行不 OK，那我只有直接做什么实质性程序，对的。好，了解内部控制。其实我们这个专题包括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只是在综合阶段上午的事情涉及的不多，所以呢，我们了解就讲了解内部控制的四个问题，了解控制环境，了解控制活动，评估两个层次的这个风险。那接着呢，我们第二个专题就是评估，就是要评估的。 评估两个层次，不能只评估一个层次，也就是报表层和认定层。还有一种风险呢，我评估了以后发现，仅通过实质性成语无法应对。言外之意，我要通过控制测试，我要依赖它的控制测试，我要了解内控，评估内控，测试内控。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语言啊，你到了综合阶段哈、啊，你一定是站起来看的，你一定你一定是什么很李白的看啊，很李白。 李白怎么了？李白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江陵一日还。李白是什么人？你就站起来，站高看远。他说：“仅做仅通过十字音成语无法应对，你要把它看成一条线。” 因为我们的审计是了解被审计单位集体环境，包括了解内部控制。如果有效，我要做控制测试，然后后面我做实质性程序。他说你全部指望实质性程序搞不定，那我全指望实质性程序无法应对，那我反过来我要依赖控制测试呗。我控制测试，那我之前我要了解内部控制。所以他这种内容，他很李白，很豪放，站高看远。 是豪放派，仅通过实质性程序无法应对是啥意思啊？本来我们实质性程序非做不可，那我就做再多的也搞不定，那我搞不定怎么办呢？我要了解内控，考虑了内部控制的有效，了解评估测试。对，评估这个本专题啊，给大家说的，我要评估，一定是两个层次，报表层次。 认定层次，一定不能只评估一个层次啊！如果评估了报备层次呢，总体应对；认定层次呢，进一步审计程序。好，评估两个层次是应当。大家注意啊，再一次告诉自己啊，我们看这个综合阶段的知识点的时候要很李白，你要站起来，是吧？李白。 他的诗词都是很有画面的。刚才讲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么大家考完了综合阶段，就去游一下万里长江。习大大呢，去长江啊、呃、上游、中游、下游、长三角，呃，进行,行了考察，长江经济带进行了考察。 那么我觉得很李白呀、啊，李白，哦，他一个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对不对啊？还有《望庐山瀑布》，是不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很李白。我们评估重大成包风险要很李白的评估，评估什么呀？两个层次，某些与特定的。 某些与整体的彭丽白啊，特定的认定层，整体的广泛的报表层，评估重大承报风险，大家想到了诗人李白。某些特定认定，某些某些特定的认定，某些才华被整理广泛，很难确定是某一个认定，有很多报表项目，很多认定。 yes 那为什么某些有整体广泛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控制环境薄弱，上梁不正下梁歪。报表层哦，报表层的是薄弱的控制环境，薄弱的控制环境会带来整财务报表整体广泛。某些特定认定，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 还有刚才讲到了，仅通过实质性程序无法应对。他在说一件事呢，因为我们谈实质性程序前面必须是了解内控，然后控制测试，然后实质性程序。实质性程序我们是说了，所有重大的账户交易和披露都要做，但是你仅通过它搞不定，为什么？日常业务交易高度自动化。 仅以电子形式存在，它的会计证据、审计证据、会计记录，那是说谁呀？说某些类被审计单位啊？比如说大家查快递公司、快递物流公司，什么中通、什么菜鸟，是吧？什么顺丰，那它的每一笔都不大，它是自动化信息处理在这个系统里，仅以电子形式存在。 有的是电子，它的背后的内部控制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的业务量太大了。我就抽样本，呃，可能抽一个亿，那太大了，或者是一万，你的样本达到一万，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仅通过实质性程序无法应对言外之意。通过了解内部控制了以后，我要依赖它的控制，我要做控制测试。话说回来，我应当考虑控制。 并对其进行了解、评估、测试，这是结论，这是一种病情。下面呢，我们就把了解、识别、评估的评估是考试的重点，对吧？那么这个评估的问题是，二零一零年我们所谓的六加一六门，原来的五门加一门变成六门，六门还考一个综合，变成了六加一。其实六加一的一是上午三个半小时，下午三个半小时，加起来七个小时考一百分。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二零幺零，2010, 那么二零幺零年、二零幺幺年，一直到二零二零年，但是大家注意，二零幺幺、幺二、幺三、幺四，最早的五年，最早的这个综合阶段的前五年，考的比较多，考评估重大突发风险。那后面呢？后面他放了。 在专业阶段一直在考，各位同学啊，评估重大这部风险并不是不考咯考啊，他在专业阶段综合题、资料一结合资料二，知道吗？那从二零一五到二零二零呢？现在老师给你看到的例一、例二、例三、例四，他不在综合阶段考了，但是他还在专业阶段考。 综合阶段从一五年开始呢，他就考程序，诊断不考了。诊断现在在哪里考呢？专业阶段，我们现在的评估就是诊断。那么综合阶段在考什么呢？治疗，对，应对，风险。治疗他考什么呢？他说发现了问题，被审计单位的。然后我的小菜鸟呢做了这个程序。 然后问我们这个程序有没有质疑，怎么改进？有没有质疑，怎么改进？做了陈序文做了，然后符合底稿。我发现这个程序我不同意，应该怎么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评估重大超报风险，大家注意，评估重大超报风险不是说不考了，永远要考啊！你不诊断怎么治疗呢？你诊断是第一步啊！ 你诊断没诊断出来，你诊断错了就误诊了、啊。诊断比治疗还重要啊！在综合阶段呢，二零幺零幺幺幺二幺三幺四呢，就是每年都考作为重点。幺五年以后呢，它主要在考这个，因为。 根据资料一结合资料二，指出资料一的事项是否表明存在重大错报是专业阶段综合题。呃，五个资料前面两个资料填表找矛盾证据，是的。所以大家注意，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永远是要考的。好，那么二零二幺年综合阶段上午的试卷还考不考这个评估呢？这个评估是永远在那里的，很重要的。 那我们只有只有什么？如果说期待，你就要打我了，是不是？还期待？貌似还等待哟。我们觉得，从一五年开始就不重点考这个评估了，因为在专业阶段在考，我们不能说二零二一年我期待你考，你期待他也不听你的，所以我们只能是什么？各位同学有一个词：守候。 因为咱们控制不了，咱们控制不了。你就是兵来我将挡，水来我土淹。你了解、识别、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医生跟一个病人看病，诊断病情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怎么办？我们说，二零二幺年综合阶段上午的试卷，我期待你考，你期待，他也不一定有用。我便主动。 为主动，我守候。有的同学说，我全天守候。所以接下来四个例子，大家进行训练。训练了，掌握了，也就是在守候，也可以叫守株待兔。你有怎么招？你作为一个考生，你只有只有什么呀？应对呀、啊，应对你也有思路啊。是的。好，接下来四个例子都要掌握。 其实它是我们审计的非常核心的内容，对，真的真的很重要。别看到最近的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二零年没考，因为有的时候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出题专家出题的时候，他说不定在二零二幺年要你考呢，说不清楚。但是实际上，我们曾经在二零一零年开始啊，就综合阶段的朋友，二零一零年开始。 我们就是一直都在抓这些评估嘛，对吧？然后呢，一抓一个准。然后呢，也有一点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出题专家不出了，因为你们都找到套路了。是的。好，但是我们说了，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守候着，守候。我们说期待他考，有点矫情。 你以为你期待他就会考，对吧？那我怎么办呢？是不是风险评估是这么的重要，那么的重要？守候怎么守啊？讲道理，我们刚才了，评估嘛，就要评估两个层次，对，一定要有两个层次，报表层、认定层嘛。是的，报表层我的应对，认定层的我的应对是不同的嘛？是的，一定要两个层次。好。 那报表层是什么原因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控制环境薄弱导致的呗。好，认定成的呢，就是没控制住一些政策和程序搞不定。那么有的一种情况呢，经通过实质性程序还搞不定的啊，经过实质性程序还搞不定，那搞靠什么呢？靠内部控制。我们了解、识别、测试，都说清楚了，对吧？是的。那他出题会怎么出呢？我们的守候。 综合阶段从二零幺零年开始的啊，那么从二零幺零、幺幺、幺二、幺三、幺四年年考，每套卷子都有，是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题，守候着啊。好，来了，我们把时间切到什么？切到二零二零。大家看，我们审计哪一家公司啊？A 公司，制造业，家用电器。 有电视机、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电脑。一零年 IPO 成功。那么我们是哪一家事务所呢？星辰大海事务所。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这个注册会计师出题的专家也特别的可爱和浪漫。 新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二零二零年的财报审计的合伙人说了，好，他就开始讲一堆文字，大家看一堆文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讲财务数据。哦，这文字都把你看死了。其实他就是福尔摩斯侦探，他就是探案。其实不好考，只是只是说。 这个问题在二零一五年以来不怎么考它了，并不代表它很容易。对，好，那么我们四个例子，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专题进行非常认真的训练、训练、训练自己。比如说第一个事项，我审计他二零二零年的财报，他上市以后啊，收入谈收入了，谈收入。 收入是对外提供产品和劳务实现的，是受到市场的容量影响，保持稳定，每年增长多少？他开始讲故事，百分之五。你现在审计哪一年？二零二零，董事会要求我们增长百分之十，翻一倍。但是行业只增长百分之六，那么大家注意，各位同学，新城事务所，你在新城事务所对吧？是的。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评估的题要训练他先讲文字。刚才我们讲了，它上市以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行业在二零二零年呢，行业的调查研究是百分之六，贝氏利单位在二零二零年基于一九年增长百分之十。现在我们其实要说的就是这个百分之十，真的，真的。 我们就看到的财务数据刚好增长了百分之十。你看，去年是二百五十二个亿，今年是二百七十七个亿，刚好百分之十，真的真的巧啊巧，很巧。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业绩评价考核对管理层有压力，说明财务报表层次。 的重大超报风险，因为他是为为了完成这个百分之十的增长，否则就要下课，所以他存在着财务报表层次的。那么我们的要求要求我们评估报表层次、认定这是一个报表层的。好，你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你一句话一句话来看，这看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财务总监，请注意他在讲故事，已经在这个公司供职五年了。 我现在审计二零二零，哟，他怎么样？上半年辞职了，跑到竞争对手去了，钱不做，他道不道德？还有他带走了一些骨干，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不是财务的，不是经营的，是其他的。他把财务总监和会计的骨干都带跑了，这个报表那编的时候就闭着眼睛编了。 所以这个问题也带来了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因为我财务报表很多数据可能有错，缺人呢，它是控制环境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关键的人员离职且无人替代，所以缺乏胜任能力啊。董建高除了诚信和道德价值观，还有专业胜任能力啊，所以带来了报表层次的，对，一个一个的看，他就在讲故事。 不着边际的感觉，对，贝斯尼单位是家用电器嘛？然后竞争对手开发了这个智能电器，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说智能。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做出一系列的神操作。我们说，我们要做出一些操作啊，竞争对手。 研发出新产品，抢占市场。那我的老产品呢？那就要降价。那那是必然的，对不对？就这个够了吗？不够，它对我们的打击是深层次的。那怎么办？我们也要想办法搞技术。我要想办法搞技术。那我搞技术，我就我要有人呐。对，扩大研发团队，投钱搞技术。 对吧？好，因为竞争对手搞出了高智能这个人工智能的，所以呢，我们没有搞出来，对不对？那没有搞出来，我们就去看，那你没搞出来，你的产品降价了，你注意啊、哦，产品降价了，降价，大家看，降价是哪里？存货还卖不出去。 你现在今年年底三十个亿的存货卖不出去，你价格又降了，你这个存货叠加准备是不是？这是一个认定成的，对。还有我为了应对市场，我就要投钱并购了其他企业，那就是并购了其他企业，那就要合并。合并的时候，如果这个报表在合并过程中，就很多报表项目有错。 哦，你投资合并的若干企业，你的报表编制的时候就复杂了。这是报表层次的，它不是一个项目，它具有广泛性，不是带来的一个报表项目的错报。好，为了应对我搞加盟店，抢地盘、抢市场、扩大市场。好，加盟店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你搞加盟店这个业务模式，可能给财务报表。 它的复杂的会计计算、会计核算给财务报表带来财务报表层次的哦，还有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也搞研发，也搞人工智能、云云智能。好，那我就要投钱，对呀、啊，你要投钱，投了吗？投了，投了多少？他一下子增加了五千万，去年投一千。 开发支出记一千，今年确认六千，去年是一千，今年确认六千万，那肯定是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认定承担，对。好，接着往后面看，那么这个公司的母公司，大家注意关联方交易，对。然后呢，我们被审计单位 A 公司，P 公司是他的母公司。 然后他跟某公司关联方有个交易，他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份，他向某公司采购，采购什么钢板，预付多少五千万，你注意二月份预付，这个原材料还没采购回来，到年底的时候说不采购了，P 公司退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关联交易，是一种神操作的。 我们说这是一系列的神操作。其实大家注意啊，这个现实当中还有这种，就是说我怎么啦？我某公司，我把我向他签一个合同，采购原材料，其实我东西都没有采购回来，然后预付款，然后后面我合同终止，钱退回来，中间有八个月、十个月，某公司无偿占用我的资金，因为我有一个采购合同，然后这个合同终止。 这是一种关联交易，它背后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对，还有第八个，被审计单位 A 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均采用 ERP，然后通过什么呀？财务共享。我们现在叫 ERP 呢，已经比较落伍了，我们叫财务共享。财务共享。那么这样子背后就是有一套信息系统，它的。 啊、呃，自动生成财务报表，我还采用了人工，呃、这个机器人啊。那么我们聊上一年呢，我们在审计上一年的测试了，它有缺陷，所以呢，A 注册会计师呢出了一个管理建议书，并且对二零二零年的呢进行了改进，重新开发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你重新开发了一个 ERP 或者是说信息系统。 它的一般控制有缺陷，会带来财报的整体广泛，因为这个一般控制有缺陷，它很多模块就受到了影响，因为它是支持应用控制的嘛。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报表层，大家注意刚才说了，还有认定层，认定层，然后让我们指出来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然后呢，在第三个专题当中，针对这个风险，我怎么应对呢？ 认定成的中大直波风险，相当于你诊断出来了病情，对不对？那么在专题三呢？专题三是叫风险应对，其实就是做程序。这个程序呢，通过专题三，大家结合啊，结合刚才的分析，一定要把这个守候，就是例一、例二、例三、例四掌握，你就不担心了。对。然后我们说收入增长。 那就是我们诊断收入多计了，多计了，你可以写发生，你也可以写截止，你写一个发生也够了。如果说多计了，啊，这里面也涉及到应收账款有多计了，所以写应收账款，因为应收账款也大幅增加嘛。第二个，我们刚才看的竞争对手开发了新产品，那么市场在降价，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库存增长。 巨大，因为我们存货的库存增长了多少呢？百分之五十，啊，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十。你看，去年两百个亿，今年三百个亿，那么存货叠加准备跟去年持平，少提了，就是少提了存货叠加准备。第三个呢，我们说他投钱，他去年是开发支出资本化一千万，今年是六千万。 多了，因为有的还没有成功嘛，是作为开发费用、研发费用啊。这个题呢是这样的，过去的审会计准则呢是做管理费用，你没有成功之前做管理费用。现在呢就是修呃这个会计准则修订以后呢，在研究阶段呢做研发费用，资本化了做开发支出。好，刚才说跟大股东啊有一个合同五千万预付款。 二月份订的合同，到年底这个合同终止，把钱拿回来，这是典型的一种大股东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大家也要学会说，对，是一个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的交易。那么这个预付款呢，实际上是为了和这个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的交易是一个虚构。啊，这个关联方呢，他没有披露，没有披露就是一个错报。好，那么。 我们了解是为了评估，评估有报表层有认定层。那么例一就是根据了解评估报表层认定层各就各位说清楚。休息片刻呢，我们看例二、例三、例四。所以这个专题就是看四个例子，温故重点的知识点，看四个例题，守候没错。好，我们休息片刻，还要看三个例子。OK。